人在大自然中生存，我们要感谢上做伙举手来宣誓咯！这日本企业甲合作单位以及环保团体等合作，要庆祝振作婚礼十五周年以外，嘛要来为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。为了要纪念这十五年，地方以及政府还有员工所给我们回馈这种心，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着一种经营的角色，能够把这个就是再回馈给地方。然后，当然我们这个十五年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目标是五年以后、十年以后、二十年以后，希望就借着透过续销子的员工，在一种教育跟观念的这种价值能够根深根的能够再落地。这一新山玻璃日本公司以婚礼作为发展的据点，在十五周年庆中，也以生态关怀在地行动宣誓为主题，要来发展永续的企业精神。婚礼馆副馆长张宏金表示，因希望所有企业都会当来加入。那我们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行动哈，能够让更多企业愿意来关怀我们的生态、我们的环保。那当然，我们云林县也会这个配合这样的一个里山宣言哈，在我们农业各方面的生产的辅导方面也会来配合的。这条环球科技大学进行的生态活动，校方嘛相当的重视，并且期待这个关怀在地环保的议题，会让继续延续落去，成为在地企业的模范。所以我想我们环球科技大学也非常荣幸哈，那能够在专业上、专长上，能够结合我们产业界哈，然后结合我们县政府的能量哈，共同来推动在地关怀生态保育的活动。有企业的参与呢，让保育的行动能够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，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振奋的地方。这会签名要来为宣誓挂保证，这种关怀生态方式来庆祝周年庆心理，企业也希望未来会让跟生态关怀永续来发展。记者陈心长报道。